在我哋嘅酒小型酒店附近嘅臨時街市、臨時商場販賣嘅。啊，即係嗰啲平價嘢人頭湧湧。啊，我諗呢啲係咩差難嘅？三蚊兩袋。这个呢就是临时的小贩的地区贩卖的，啊，不是日日开的，一个礼拜开一两日而已，平时是一个空置的方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去喂。幺五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嗰啲人好友善啊，見到你就打招呼，佢仲講話你好啊。我哋中國人嚇，係啊，呢家市啊，strawberry 啊，依啲靚啲喎，依可以係啦，就好似好鮮紅喎。要買番梘牙膏，依度啲嘢咧平過一個 supermarket。
我们表面熟的，里面OK的。
世博場館的入口，幾個入口都是其中一個入口，但是呢度呢有呢個鐵路嘅地下鐵。就是下去地鐵的，搭地鐵的。現在呢就是這個地鐵站呢，如果世博開幕的時候呢就人頭湧湧，現在呢就沒什麼人流。